今年树不行，俺们今年啥都没有了，啥树不好，你这还得。今年就往上的这个杂花丛就没有。我们靠天吃饭。我们靠天吃饭都。天不啥子，我们就没有。今年这个就不啥呢，就中个人的干的又不啥。今年你这还得好。你这家伙呢，花二年还，没开的还多着呢。 你这树都没开，这咋开这？都是基本上都是死个，今年这样子。你去年也差不多。嗯。嗯。老罗在这，这还那啥的，这很。我真的就是啥的。这不就是油？那就是油。那就是油。这这花草木枯干四五十年了。 五六十年了，我估计了。开花的时候就是，俺紫色的话，我们自己起这个名字，自己秘密这个紫花草，生多么可能最高的时候长到这个米5到米6，大概有点像黄瓜那种个味道。还有吃，没的时候还扎人了，就是说是在这个，在这大个月干个啥哦。 日非要是宽的薄了的话，就赔上就扎的就很难说。一般就是3月份开始下工，到6月份就开始开花了。那工资以后是它那开花以后是形成的，我刚才说那个铃铛子啊，刚开始它是做这么个做过的，叫我们说是做过的。后来以后花苞以后就开了，开了以后它刚开始做的时候绿色的啊，估计以后它就变黑了。 到黑以后，它自动掉下来，它就成熟了。说你今年的秋耕子咋的个？哎呀，大致的。 日子对不对？日子对对，那也算是红色的。就好还有三毛毛的。还有三毛毛的哦。那你们老两口子，你们老两口子光那锄头都？嗯，这几天后来锄就你花了。这个之前，我这只能锄3天了呢哦。嗯，才4天了。人锄得很，农民锄得很。我是天不多的上课都心里记得了不得。 每天要去看一下，你看俺和小孩子呢，你看他哎，今天又去了嘛，今天生病了嘛，哎，该需要打些什么药呀？这个日年比日年热，也是日年比日年少。从我们这个马银河大峡谷的这个嘴里面哦，原先的话有相当大的一个冰山了，现在的话那个冰都筛完了，就是像2000年的话，高温时候是35度，像今年的话就是35度，这气温变化特别大。 我们这不动的东西，反正是山上现在就是冰就还是点点了，这么太这么高的话，对这个我们的农作物啊，就是影响相当大。一方面是没肥，另一方面就是影响了这个花卉的正常的授粉啊。哟，这后年把你掰过，你也走不动了。对。那他咋抽哈的了嘛？他娃子。他那那咋哈哦？留的最好是质量哦，就是最好的。 这东西我们原先呢也不知道缺，谁不知道那是干啥的。最近几年听说就说是能把油渣下来做化工品，再后来我说这东西还能食用。好的了不得，每年就把这是那个东西的肉。 肉弄了，熟了以后熟了，光的很，弄了脸也光的很，就好的很。我们感觉这，要是有地好的产品，我们刚是炸黄包子，我刚才还发现说炸黄子同志们天天我手搁在那里头，操的死个家伙了。我们就感觉这东西，我们能供出来这么好的东西啊，我们确实发现好的。